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乡亲是大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108年九月26号，旧历的8月28，礼拜四。好在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0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同时，乡土产业教学中华县政府特别捐出10间特色学校，让囡仔跨乡镇游学，学习新知识。彰化县立委参选人萧景灿伫咧万林市的竞选总部挂上甲韩国瑜的扛棒，展现小天韩国瑜的决心。福建乡社会传承共和团邀请消防队员向市大宣导消防的防火知识，各级的社区的壁道顶面彩绘防灾图案。新闻头先说来关心，彰化县政府从10月份定做游学月。捐出县内10间特色学校，举办特色游学课程。这10间学校将各自接待3间学校，总共有40间学校参与特色游学的活动。县长王惠美授牌予10间特色学校，这10间的特色学校将要伫后个月担任特色游学活动的接待学校。30秒啊！水要到什么程度？这样子 OK。1、2、3，1、2、3，1、2。等下，以前都是说他们学校的学生可以享受嘛，那现在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的这个游学，大家来这边体验一下，让孩子们从做中里面去学习不一样的东西，这课本上学不到的。那要谢谢校长都很用心，那虽然在分园山上比较没有资源，他们去把我们的树去帮他做成那个树攀的那个场景，那做得真的很棒。馆长王惠美表示，彰化有山、有海、有平原，每一个所在特色甲景观拢无同款。因应新课纲，给囡仔学习搁较侪、搁较快。这回选定10间特色学校，透过游学方式，给学生学习。我们108新课纲就是希望大家去发展自己的特色，能够跟社区、跟地方结合，那未来也可以变成我们慢慢会串联成轻旅行的部分，再去做发展。教育处指出，10月份开始，这10间的特色学校将各自接待3间学校，让学生到其他的学校游学，学习无同款的地方跟社区特色。大中华新闻张世良、王林采访报道。政治方面的消息。在这个2020年总统和立委大选时间只剩107天，国民党提名彰化县第四选区立委参选人萧景灿，在这个竞选服务处挂上和韩国瑜的竞选扛棒，公开支持小天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工人坐着吊车开始挂扛棒，这大兵韩国瑜和萧景灿合体选举扛棒，就在萧景灿的竞选总部。萧景灿表示，伊跟韩国瑜拢是中正的国民党员，佫较是校长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今天所选的立委员也好，总统也好，就是中华民国的立委跟中华民国的总统啊。为什么不能把国旗拿出来？为什么不能把国号端出来？这是我认为哈，我挺这个韩国瑜的。他有国家的认同，这是跟我理念是一致的，所以我从始至终呢，一定要坚持挺我们热爱中国国民党，热爱中华民国。由于李大选仅仅剩100几天，面对民调数字起起落落，萧景灿也讲，只要坚定信念，做该做的代志，免想过在意民调。我感觉这个民调哈，只供参考。因为还有100多天，其实要做的工作还是非常多，我们就一步一脚印的来做这个选举每一项的这个工作，按部就班了哈。那注意民调呢，有高有低，我认为是这个是没有什么可以去讲啊，高的就很高兴，那民调低的就很沮丧，这样也不好。萧景灿强调，民进党执政备案中心。
国民党一定要团结做伙，终结掏空台湾、坐牢子孙的腐败民进党。台湾认情，彰化无言，韩国瑜斗胜，萧敬腾斗胜。台中华新闻张世良、王林采访报道。福建乡社会村长陈和团邀请到消防队员来到鬼店巷，向市大宣导居家消防安全的知识，阁真详细来讲解灭火器以及自警器的操作方式，希望让市大会当来提悬防灾观念加自救方法。强化市大对消防观念的认识，消防队员特别来到社会村鬼店巷，让市大体验操作灭火器。第一项吼，给这插销。插销这个物件，这硬的这个物件，背起来。社会村鬼店巷人口年龄层较长，为了保护时代安全，社会村长陈和团特别甲秀团便衣合作，请来大专生伫巷口的壁顶，插画居家安全的图样，提醒乡亲要注意居家消防安全知识。社区做主人，咱家己讲安怎如何来使用着这个灭火器。好，啊，加这个一、那个警报器，哈、啊，我嘛是我来讲，有要吼这个社区居民吼，吼因讲在这80岁以上吼，诶、啊，这个老人吼、啊，有一个一、那个警报器，吼因来，因在目前呢，社区安全是一个很重要的，吼、啊、对这社会福利的推广工作，啊，是讲阮村民呢，我们有自己来自己先做起。啊！啊！今日即个宣导的目的，咱即马时代吼真侪吼，拢住伫咧庄卡。啊，咱小咱即个街点啊巷吼，一开始咱只大概差不多20几户。啊，但是目前呢，伊增加要到100户吼，咱的人口数一直增加。啊，咱的船长吼，我那真有心吼，啊，去甲即个秀传纪念医院吼，争取淡薄仔经费吼，来即个围墙啊，画一些啊，这个灭火的一些怎么样？如果说发生火灾的话，怎么样去灭火？的一些图案，啊，今仔日嘛真感谢咱的消防队，吼嘛派人啊来甲咱学，来甲咱教，啊，互咱遮时代吼会知影讲要安怎来拍火。透过简单的宣导方式，互时代清楚知影防灾胜过抢救观念。村长也来替每一位乡亲把关，守护居家安全，共同建构安全的居家环境。台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彩虹报道。乡村一个广告登来，来去建构科技大学体验传统的南非文化加南非美食。就业服务即时通，让您就业好轻松。找我就对了啦！2019南投世界茶叶博览会，到店来啉好茶。有力有力，助您一臂之力。个人、公司、工厂资金周转，洽询有力当铺761-6000 761-6000。哟，要不要一起去啊？好啊，去美国看大联盟秀一下。到韩国刚好你有爸爸，也很秀。美国、韩国这么远，怎么秀？不要花大钱。每月只要148，一起笑一下。HD 148高画质套餐，运动赛事热门电影秀，各国综艺旅游频道，在家就很秀。海波大宽屏 HD 148高画质套餐 ，AB 3任选，每月只要148，就是那么秀。快拨0809-009-658，海波大宽屏。还有哈里神你选，太秀啦！
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五，嘛是旧历的八月二十九。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伫正西方，好时是早起十一点到下晡的一点。另外，有啥物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过来，这个会要需要乡亲来给伊斗三工。新港乡这名五岁老妇人，甲后生外孙女相依为命。老妇人去年就癌开刀，即马搁伫咧做化疗。最近后生破病，需要开刀，无法度做事，医疗费用无钱通达，生活陷入困境。新港乡这名五岁老妇人，甲后生个外孙女相依为命。去年老妇人得到癌症，开刀治疗。现在也还在化疗期间，但是最近后生因为破病无法吃头路，顿时失去经济来源。我化疗十几届，说他身体也很虚的，他是低收，还要顾一个孙女，儿子本来一个还会到三天，但是儿子的身体也不好，也是都要长期还看医生，所以这家还有贷款，所以说他只要领到政府的一些补助而已。过了是来足辛苦的啦吼，啊，也感谢咱所长，啊，个陈秀宝议员，大家斗阵来给关心吼。咱在未来致癌这个路还很长吼，需要的费用还很多吼，所以希望讲咱的神心灵书吼，有看到这吼，咱尽量来给斗三工，互因妈孙啊过了会搁较好诶吼，唔通互伊为着钱吼，啊为着讲无这个费用，啊都放弃治疗安尼吼。同仁在落实交访查这个区块有做到很完善的交访查，就发现吴女士这个个案，我们就发挥急难救助的精神，啊，我们利用这个问题去反映说社会有关怀我们这个急难救助这个区块。交访查的同仁，就是这个群区的同仁，他本身都有在注意吴女士还有他孙女的平常日常生活，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更加加强关心吴女士的平日状况。关于完了亲密协同新港分驻所、管护社会处等人，载着民生物资和急难救助金，到处来慰问关怀五十老妇人。你不要紧啦吼，你的医药费遐，阮会想办法。有所长，啊，搁有议员吼，大家拢会甲伊斗相共吼。那自付的部分，啊，我再一个慰问金吼，先互你吼应急。安尼化疗十几届啊，上食还过迄落，我若为着这孙，为着跩囝，我会坚强落去，吼，会照医生的吩咐，安尼吼，帮助我，互我身体健康。五岁老妇人要立厝的贷款，佮照顾后生佮外孙女，加上真大条的医疗费用，真正无多负担。关护社会处的社工表示，会积极协助吴女士申请医疗补助，减轻生活负担。大中华新闻叶宏武新港采访报道。有一对南非白人翁仔某发起的南非文化节，今年活动哦，公家建国科技大学应用外语系来合作。九月二十八号迄天，除了有南非杭巴文化甲面部彩绘以外，佫会来教大家跳南非传统的鞋仔舞蹈。2010年世界杯卡球赛在南非举行，也让这项加油的乐器红遍全世界。Vuvuzela， 这是2010年的 World Cup Soccer World Cup， 那很多的另外一个国家，他们很恨这个，因为很吵闹。九月二十八号，这礼拜六，在建国科技大学，大家实际来体验南非的文化和美食。然后我们会有人教。学生叫来宾，他们也要觉得我们的南非文化听觉的关系是什么，而且他们怎么如何可以参加，怎么如何也可以知道怎么做怎么玩。为了体验不同国家的文化，建国科大学生是积极在准备，校方也希望透过协办南非文化节活动，让学生学到更多东西，让学生体验南非的传统文化。把囡仔带出来，让因加看一寡代志，啊，加熟悉一寡人，啊，加甲因的熟悉的人啊，甲因的脚步拢会使行出来外口去，甲国际
各种各样的各侪人的接触很多，还有烤肉啊，还有靴子舞，其实那个靴子舞非常的特别，而且他们那个气势非常的庞大，对，所以我们觉得还蛮要先事先学习一下。像今天我们就先来这边，他们是教我们的，我们先来了一个上午，对啊，先来事先学习一下。所以你觉得从这样活动当中，是不是真的可以学到一些异国人文化？是没错，而且可以展现我们台湾的人情味给他们，对啊对啊，两边都非常的有人情味，对对对，互相这样子。主办单位强调，今年南非文化节活动的主题是“听个南非”。活动除了有南非蛤蟆文化、彩绘面包以外，还有南非传统的靴子舞教学。在中华新闻张世良、中华彩虹报道。过过两天就是教师节了，市长大厦新增嘉里嘉嘉报社区，为着感谢白布老师吴秀梅，几年通天哦辛苦指导，特别结合地坛加蚵仔来七个社区，做回来举办社区温联谊活动，参会顶面过来顶下舞蹈成果，闹得温馨。过过两天就是教师节，何必市长大厦新增嘉报？嘉里、地坛、甲乌来，七个社区联合举办联谊餐会，要答谢白布老师吴秀梅当年辛苦的指导，大家纷纷上台献花、献礼、献文，非常热烈。我们吴老师很认真的各社区在教导，然后我们如果说没有跳舞人就会一直老化，所以我会增加记忆，然后永。好像都不认识各自姐妹，所以我们是不是要一起办一个联谊？我说，哎，好，这个好地，好 idea 啊，对啊，所以我们就一直策划。我要感谢我们摄影大姐，她一直帮我。啊，我要感谢我们的姐妹，一直挺我。啊，后来因为我老公也很挺，真的后面都是我老公在帮我，加油，加油，加油！我每天到外面去回来的时候，跟我老公说，哎，我今天好快乐，又去教舞回来了。哎，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理事长郑才清，他很挺我。他给我的空间很大很大，我要什么他都配合我。吴秀梅老师表示，按市场社区开始教白布已经十多年，陆陆续续拓展到大厦、新庄、嘉宝等社区，有愈来愈侪姊妹仔加入白布队，大家做伙舞动青春活力。刘兰兰、吴秀梅、吴老师。的所有的我们的学生姐妹们哈，一起在每一个社区，总共有七个哈，来轮流哈，来一起表演，分享他们辛苦的学习的成果，也把这样的快乐的气氛散播给大家。同时哈，也在教师节来临的前夕哈，感谢我们吴老师哈，非常用心的指导哈，那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排舞的这样跳舞的。让他们身心更加健康，也在带动我们整个社区各项活动的最大的亮点。我们和美七大社区这个台舞表演成果，也是我们和美和风雅韵舞动协会的筹备前身，带动我们这个活动 的成果，也是表演得非常的好，因为这个排舞跟这次的活动是为了要促进各社区的联谊。台湾客证杯特别准备保温杯，送给所有排舞队的姊妹啊！提醒大家，那运动也要注意补充水分，真大心。吴秀梅老师表示，这个联谊活动也是和风雅韵排舞队的筹备会，也期盼未来有愈来愈侪姊妹啊加入跳舞的行列。最重要的是要感谢英安各厝内人的支持，让伊当甲姊妹仔做伙舞动活力。在中华新闻叶芳吴何必彩虹报道。全国各地书法名家大师29号刚要聚集伫个鹿港的桂花巷艺术村，现场阁会来创作一幅大幅的书法作品。HD 高画质电影，强档巨献，色彩更丰富，画质更清晰。Channel 235 HBO HD 让您的家庭电影院更完整。You might have
现在转台立即体验高画质频道。广告脱播最好的选择就是凯擘新频道，因为我们收视户最多，价钱最公道，宣传最有效，让您业绩抢抢棍，公司发大财。广告直播专线71-9440。厦门方面的消息，成立在1960年的中国书法学会，29号全国各地书法名家大师，讲要聚集在鹿港的桂花巷艺术村，召开理干书会议。活动当中哦，书法大师阁会伫咧现场挥毫创作180幅等32幅的大白作品，展现鹿港书艺风华。书法大师吴兆勋拿起毛笔，刻下10幅。一笔一画写下鹿港，端正大方的字，宣告这礼拜日有180幅等32幅大白作品伫咧鹿港创作。鹿港是一个吼啊人文荟萃的一个所在，啊嘛当讲伫咱这书法文化嘛是这个密度最高的一个小镇，啊欢迎吼、哦、我们的那个中国书法协会吼会当来咱鹿港啊办这活动，除了办活动，会当以及联谊。咱伫吼啊，这次嘛安排吼，伫艺术村来个现场会好，啊，尤其这回吼，来当讲吼，计划吼啊，咱转向所有足侪吼，啊，即安尼前辈以及名人啊，大家共同来当鹿港吼来举行吼，啊，即嘛是当讲鹿港吼一个福气。活动当天，佮邀请到文开国小南管乐团开场演奏。文开诗社诗书吟唱等一连串的活动，落得精彩。在透过挥毫的当中，我们可以啊互相的彼此的观摩。我们说，读写而无由，则孤陋则寡闻。好、哦、啊，那我们透过啊不同书家的他的不同的书风，或者是啊书写的方式，我们可以启发我们自己，可以啊学习或者调整的地方。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而且大家可以互相联谊啊，彼此的认识啊，对于我们在行走在书法的道路上，能够更加的啊有气，然后更加的有动力。全国书法名家29号下晡2点，聚集伫哩鹿港桂花巷艺术村开会写大字，欢迎所有民众到现场参观，做回来一场结合书法甲文化之美的艺术之旅。多中华新闻林桂英鹿港采访报道。中路国际冬季会是以女性会员来组织的冬季会，也是中华 A 区上届大会。新任会长蔡英姿接下党党，讲要继续串领娘子军团关怀儿童社会弱势等公益活动。中路国际冬季会是由全女性会员所组织而成的冬季会，目前会员人数将近90人，是中华 A 区上大会。日前举办新社林会长告捷典礼，由蔡龙芝接下党大，将继续率领娘子军团传递爱的能量。我们张女会在22年来都是在关怀幼童跟照顾老人方面为我们的主要方针。那我们像我们在照顾幼童，我们会比较偏向于说在偏远学校的一些中途之家的小朋友做，比如说带他们去看电影啊，还是说带他们去游乐园，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方面是他们所比较欠缺的。那我们关怀独居老人的部分，我们就会配合我们那个游乐园的部分，再深入社区，然后关怀那些需要被照顾的老人。我想我们张女会，跟一般的同济会，我们因为我们是女会，所以说我们比较注重在于社会的公益、社会服务这方面。然后会内的联谊也是一个我们的一大重点，因为我们是彰化 A 区第一大会，所以说会内的联谊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凝聚大家的凝聚力。我也深感荣耀成为张女会的一员。中路冬季会的成员，伫各行各业每一个领域，拢有真杰出的表现。
因善用温柔的力量来散布爱种子，透过共理心深入社区，帮助囡仔以及弱势家庭。张理会哈，长期以来就是对于社区的关怀，独居老人以及这些弱势的残障的儿童哈，我们特别的用心照顾哈。每年哈，我们都办了好几场的这个公益活动哈。我们是一个非常有爱心，我们共同来关心我们这个社会的弱势团体。除了举办公益活动，进入冬至会会者，佫较是多才多艺，常常担任冬至会活动的表演嘉宾。即届也借由会长交接活动，表扬彰化县第一大队东区消防队优秀人员，感谢因对社会无私的付出。多彰化新闻也丰富，何必采访报道？来关心客户各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有94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25.5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当季上价24.1元，中价16元，下价8.1元。各类菜上价38.5元，中价23.3元，下价13.6元。菜刀上价88.3元，中价74.1元，下价43.7元。油菜上价25元，中价19.5元，下价10元。白菜上价43.6元，中价39.7元，下价29.3元。鸡鸟上价30元，中价24.5元，下价10元。包心饼上价21.2元，中价14.8元，下价10元。葱头上价22.5元，中价18.5元，下价13.4元。菜头上价16.9元，中价12.5元，下价9元。菜瓜上价26.4元，中价19.2元，下价14.6元。白菜上价25元，中价20元，下价10元。苦瓜上价90元，中价62元，下价32元。对着台湾东边海面的水气豆豆刷入来，然后面的家人北海岸甲宜兰地区有机会会来落雨。中南部地区哦，侪云有时阵好天，继续来关心各地区的天气状况。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一个好的居住品质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感。新频道的 Home Security 社区监控就像是防护罩一样，让我们住得很放心。系统操作很方便，用手机或平板就可以随时知道社区的各个环境状况，随时随地掌握社区安全，还可以用999频道同步监看所有的画面。
凯擘新频道 Home Security 社区监控，一通电话安装到好，快拨0809-009-658。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